下面那个祖坟是和苏家祖坟是300多米，这个王县的祖坟呢？乡下人要富，他那个是锦旗贸易的集散，那个地方就是很好种田。那么如果我们这条街整起来，那是一个奇事。你是不是工业大道？工业园区达到了吗？啊，工业大道这条就是新村的工业大道。啊，这一点就是以前的农业园。嗯。以前都边沿那边去挖柴了嘛，再这个通道了嘛，连接这就是我们的道街，就是我们镇啊，那样子啊。夫妻对改以后都不存在那个居民农民，都喊居民了嘛，都城镇化的，这个就是相当于是属于小城镇建设的一个标志。丢进去就丢进去就可以了，就少。